影架車俾大家睇下，呢架係 Trans AM 喎，咩美國車嚟嘅？佢嘅車牌啊擺咗喺擋風玻璃嗰度，咁啊前面都未傷好。咁呢類車咧係啲muscle car 嚟嘅，1970年代嘅車。咁啊，當然係行呢個揈陀啦、吸必打啦，即係行 carburetor 嘅，冇電子控制嘅駐油嘅應該。希望我冇估錯啦，因為當嗰個年代咧，大部分都冇嘅，係啱發明啫嘛，啱啱開始發明。80年代啲車全部都係曬啊，電子燃料噴注。呢個縮褪啦，褪後緊一架烈山。呢啲1970年代嘅車咧，就算係有冷氣啊，到而家都已經係瓜曬噶啦，已經即係除非佢特別裝一個冷氣系統，成5-6千元裝一個冷氣系統，咁啊好多人都唔捨得嘅。咁應該就冇冷氣嘅，絕大部分係冇冷氣。咁但係以 Toronto 嚟講咧，一年熱都係熱3-2個月啫嘛，咁好多人都唔介意嘅，咁啊搞低隻窗兜下生風啦，尤其是呢啲跑得嘅車，係咪？好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